喜欢野人七号部落吗？按下喜欢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加入赖群，掌握即时资讯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拥有专属的村民卡，一起拥有更多的部落故事吧！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一定要幸福哦！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，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。有没有看到这床上的装潢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明显的不在台北。这个装潢的风格呢，就是港都高雄七金七十万。现在呢，钓鱼钓到直接转移阵地。南下西子湾，准备钓黑大木。你看一下我们的军火库，全部堆满了这个房间，杆子一堆，决战就是明天。等一下呢，全部人五分钟后，我房间集合。等一下，决战西子湾，船长叫什么？协星号黄伟。听说他是在南部非常厉害，会带点钓鱼的船长。如果明天钓不到鱼，就是我们的问题。都找了那么厉害的船长来教我们钓鱼，既然都已经南征了，我们先请我们目前最会钓鱼的讲一下话好不好？魏谦谦，魏。魏谦谦，魏。不是我吗？是你吗？我记得我好像蛮会钓的。好，那你上去，你上去跟大家讲一下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，分享一下怎么钓。不谁钓？明天怎么？我们明天的目标是黑大木，就是目标黑大木。这次就是要给船长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在台北是训练过的。你看我们全身穿黑的，就是一个团队嘛，就他跟人家不一样，标新立异。为什么我不一样？我钓最多。这我不同意。可以啦，因为我第二多嘛，啊，第一多的先把那个话都讲完了，那我就认同第一多。好，我没有无话可说。因为上次我们有去钓那个红大木，你钓几只？我钓三只。你钓几只？两只。我钓两只。嗯，那我们请共姑都没有钓到，连 NRO 都没钓到的，就是完全就想参与我们的 Johnson 来讲。Johnson， 这次一定要血池。我不是白带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王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规定，明天有钓到黑大木的才可以大声。我们来到了南部的生产，在台北训练的这些技能，全部都要拿来明天决一死战。现在已经十点半了，最慢最慢11:30睡，睡觉。OK， 现在是2:30，集合时间。还在等？睡很久了吧？对啊。这是怎样？这怎么一副安详的样子？还没有准备出发的。对，阿正，阿正，阿正。哎，出发了，出发，不要迟到，2:30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。船长好，你好。哎，船长，协鑫的船长。然后我们刚刚就跟船长聊了一下之后，发现我们来南部钓鱼，冻鱼的几率好像变大了。因为老板说南部他在这边的帮我们盖流的方式，可能不会像北部一样是粗线的，大家会钓起来很好钓这样。我不能说太多，因为你知道我说太满的话，我怕船长等下有压力。大概先讲这样就好了。还有钓到鱼的时候，我再好好的就啊那么那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喽。Go， 你先写 K 就好。哦，先写一半，没有没有，先签，然后不要写日期。Oh， 就是说等到我到时候余风收收，余风收收再写，已经是2025的事情了。因为我今天还是会来找老板的，有日期哦。我们要对老板有信心，直接日期写上去就今天，我们会大丰收的。看一下这边好不好？我老大中的老大，沈大哥，前辈中的前辈。小时候都是看他的钓鱼节目，爱上钓鱼，但是没有人带我去钓鱼，然后我就很想很想钓鱼。结果后来你看，事隔了20-30年之后哦，才遇到了姑婆。他们海力他们，然后才开始把这个兴趣慢慢的开始玩起来。拍钓鱼节目的人真的都很伟大，因为哦，他的花费真的不少。你说我们每一次都是船钓，一次出来就是3-5千块，个人而已哦，船费哦，再加上一些耗材什么的，其实一次出来都是好几千块，更不用说我们这样子拍节目，每次都找那么多人来，很贵呢。对啊，所以大家真的要惜福。像罗俊说那个，他花了我3500，有一半时间在睡觉，一半时间出来醒了在宣传。你对得起我这个老大哥吗？哥呢？哥呢？两个哥呢？你都不放在心中。你心中没歌啊，没有这个歌，没有野气的歌。罗俊硕啊，罗俊硕，干嘛、啊、红了呀？你写一首歌叫小姐，笨你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我们等一下呢，带着愉快的心情、期待的心情、未知的心情，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南征收获是多少。这浪超大的啦！到点了，准备要钓鱼了，亲爱的。
的浪真的超级大的，我真的觉得我钓鱼的真是疯了。船老板说先来个热身啊，180米，热身一下啦。野人没那么简单的好不好，全船有大概三分之二的人懒交兵的，包括我们的陈伟拍他自己有没有有点佩服掌控，我 respect 他，被我训练到他真的现在是无敌状态，然后连我们的郭博也挂了啊，这什么脸啊，难照面啊，难真你一开始就这个样子耶， OK 的啦，小浪啊会有点翻而已啊弱爆了，弱爆啦，哎、欸，就不要等一下他这晕出来的，不丢皮，丢皮，哎、欸，我真的会懒焦皮的，我真的懒焦皮。Elsa来了，后面的朋友，这个浪其实很难不吐啊。哦，行了，对啦。哎、欸，他现在收不回来是怎么办？他手紧一点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可以收线吗？是条队吗？挂底哦，原来是挂底啊，有，是重鱼，不要松掉哦。好像没有感觉嘞。对，我刚才有点太慢了。好，没关系 ，OK， 继续加油。原来真的有重鱼啊！我钓到鱼了，我来台南钓到一只鱼了，小不漏都比我手掌还要小啊！我们大冰箱有鱼了，我现在要用 YouTube 最喜欢的方式，鱼。好大哦，好大哦，来冰箱，来冰箱，来冰箱，冰箱，然后前面的浪直接打过来，全部吃掉了，我们在高雄的海边啊，好好玩哦，哦耶，哦里耶，哦里耶，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很成野兔了，兔之旅哦，到底要不要认真钓鱼啊，我都钓了一条小鱼了，认真啦、啊！哇、哦，还好我有放下去让它咬啊！那只有分量哎，没关系，我中的是正道鱼，他们那都外道鱼。我不啦，那不是红干哦，应该就是红干啦、啊。红干啦！哇！哇！哇，好大哦！八道啊！都不点完头就不动了。哇，好大，超大只，好大只，好大只，八道，什么啦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哇！他成功了，在师傅，兄弟，这是第一名，永远的蓝宝啊！超大的，哇，超大的，轻的，厉害，师傅厉害 ，Oh my god！海啸，我要知道。写一首也许你会爱上的情歌，歌，在你的自动播放清单的情歌。有味道，有味道。洗完澡啦，有没有洗发露啊？八只，太夸张了。钓到第一只红大木之后轻松吗？轻轻松松啊。后面一片死寂耶。可以啊。啊，没有问题。没有钓到鱼啊。天亮还会还咬它的哦。海带王哎。天亮还咬哦。它真的很会养白带，真的很会养白带。大毛嘞，这一叫海竿真的蛮强。是不是他真的蛮会钓鱼的，真的。好，换位置，这一套既然是没钓鱼，但是一个师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虽然钓鱼要钓真的好一段时间了，都还没有认真的钓到大鱼，但真的就是很好玩。今天我有一天钓鱼的那一天，好玩的过程啊。我刚才已经叫了一声师傅了，没关系啊。你要学那种用扒肚子扒背后的那种，他真的还是钓到了，他真的还是钓到了，就扒到啊！啊，现在八点嘛，啊，我睡饱了、啊，等着后半场、下半场再看嘛。哎呦，很大，真的很大！啊！所以钓红大木的人，现在目前是第一名没错，但钓到黑大木的人可以抓钱，所以我也有机会。老师啊，欢迎你啊！拜拜。
太大了，史上遇到这么大的。海豹才一米而已哦，不要大成这样。好爱作战哦！掉掉掉掉掉！现在游泳了是不是？单车好玩，好玩，哦，完了，海上海水了。今天要靠我们扛的啊！扛起来，我扛起来，扛得住啊！我们扛得住，没有错。我吐了，我吐了，我吐了。怎么啦？吐了？怎么可能吐？你干嘛不吐在海上，吐人家厕所啊？我好冲啊！你都变这样啊？很邪啊！怪你想吐了。哦，不要喷了！哇哇！天浪的太大了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。OK OK OK 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黄色，黄色，黄色，看到吗？失败啊！失败 ！How are you？How are you？ 后面的人没有啊！你们会钓鱼吗？到底会不会钓鱼啊？你们会不会钓鱼？鱼就在海里面，为什么你不会钓鱼？我不懂哎。鱼就是嘴巴张开，你把饵放在嘴巴前面就咬，一咬就勾，勾到就直接上来了，这就是钓鱼吧？哦，好开心哦！哎，想叫我叫你声师傅，你再看麦来。九点还没办，还没办 ，OK 的 ，OK 的，抗压性够。各位野区的朋友，我们看到宇宙，这里是没有人了，是我跟海蒂两人全都团救，我跟海蒂要穿上警戒啊，好刺激啊，一直在脱水，人都湿哒哒的啦，但是就是爽啊。白痴哦，石头啦！我勾到了石头 ，OK， 没关系。有中有有有！什么样子？拿过去给他们看一下。有看过吗？能屈能伸，岂能屈？我叫你一声师傅。当然，当然。师傅。哎呀呀呀，这样子怎么好意思啊？黑道不是长这样子哦，好不好？哎呀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Sorry， 真的是很会钓鱼，真的是很会钓鱼的人呢，怎么这样啦？船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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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拜一下，给你拜一下，赞赞赞赞赞赞赞！哇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，我现在好紧张哦，他钓到我们就完了。他钓到黑大木，大木嘞，好大的大木，哎，好大哎，黑大木啦，黑大大木啦，大大大木。刚刚那个船老板说，真正的黑大木平常的 size 应该是这个的三四倍大，所以我们还没钓到最满意的尺寸的黑大木，但是已经够了，值得，值得了。哎，波波，我只能呢，你不要叫我师傅好了，我觉得我会头晕，叫我一声学长怎么样？因为我比你早先钓到。没问题，学弟。OK， 各位，坐两个小时的车，我们到了近海，然后现在要开始开钓了。村长呢，就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，我们绝对会奋战到底，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继续，继续，大的，大的，大的，来来来来黑的，黑的，哎呦！哇塞！
塞，哇塞 ，Oh my god！ 各位啊，你看麦啊，坚持是对的啦，不放弃啊！我真的好棒哦！好开心，好开心 ！Hello 哈，各位，坚持坚持啊，学着点啊！这边有几只鱼都是我钓的、啊，这一只石斑还算不错啦。可以吧，学弟？那个虾，谁要 ？OK OK， 美女 ，OK 啊、okay. ，我爱你。就是会钓，就是会钓，就是会钓，我觉得帅。看到你这样，今天这个成绩，今天到目前为止到现在，我告诉你的，你都有听。而且我听进去之后还学以致用。你把这只杆子的调性摸透了，感度、敏感度、重于敲底，你都搞懂。这是什么杆子？你小金杆，小金杆，二号杆，好不好 ？HR Power， 够不中鱼了，够不中鱼了。你认真钓，等一下又没有。不要在那边。好不容易有机会。好了好了，认真搏，认真搏。你这个要命是不是？让我闭嘴而已。我还给我砍出来了。啊！会炸到我的网子不够啊！波波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大波波！哦哦，大张路，大张路，大张！哦哦。叫我大木王，叫我大木王，超级大，会不会钓大木？超大，大大大木，超大，大大木，大大木。哎、欸，你今天还没钓大？我今天是红大木，他那个黑大木定的红大木。有啊，海丽，你不会钓大木？丢皮。屌皮，海丽，你不会钓大木？真的超大的，真的大。很屌，很屌，够不够屌？收工了，收工了，开心的一天。我们的成绩其实算不错，钓到想要钓的鱼。身为岩霄部落的村长，我是不可能跟大家一样在里面待一整天的。我们就收竿之后打道回府了。我们上岸了，真的要感谢船长，谢谢船长，船长谢谢你，下次再来找你。好 ，OK, okay。虽然说从北部过来有点麻烦，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，值得。因为今天钓鱼钓得好舒服哦，这线都是直的，都是直的下去，也不会要切出去，而且点都是真的有鱼。这次很开心，就搭乘那个斜星号玩了一趟，真的扎扎实实的24小时。我们两个从5点开始到现在都没有休息，每一套都下，每一套都高能量，最终。能让我们多钓这些时间，就是我被你们的那个坚持感动。老板后来说，老板我们几点要回去？他说你们想玩到几点就几点。而且老板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，他没有看过有艺人可以像 K 的这样子坚持到最后的，耐力这么强。每一次我出去钓鱼都是这个样子，最后多钓这一两个小时，为了你耐力致敬。谢谢船长，我也是非常的尊敬你。有些人就是前天叫他不要喝酒，然后喝完隔天不行，不行。你说你从头浪到尾这样子是不是？对啊，你钓怎样这样？红大木啊，怎样啊？一只红大木、喔。对啊，我吐了半天下去下个两杆，遇到两只大木，大木。哎、欸，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，是实力的一种啊。其实你要感谢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是后面两个小时才中，不然我们早就收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谢谢船长。哎、欸，你要谢谢我们吧，学长，学长。会掉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鱼带回去给老婆家人吃了，大丰收 ，good good good good。但是老婆们请放心，我们这一群人，一群男生，臭的臭，现在全部坐在那个会馆里面，2点多。我出门去钓鱼，没错，绝对没有干嘛。你怎么是？为什么身上有蓬蓬的味道？